今日带大家睇海和山嘅示范单位，一入嚟就有个影片睇啦。睇完之后就睇示范单位，第一间就1023尺嘅三房套，改装过嘅示范单位。入嚟咧有个玄关位，咁呢边就摆明系摆鞋柜嘅地方。呢个大门，咁呢边摆鞋柜，咁一个长厅，饭台。有装饰物，有就电视、沙发，有个地毡，啲台都几得意，有一个长人嘅露台。呢个露台真系大，即系佢种咗啲植物都仲有位。厨房我好中意一个 U 字型嘅厨房，两边工作台面啦。仲有一个早餐位，然后有啲柜仔可以摆下嘢。厨房都够大嘅，可以容纳三五支鸡喺呢度一齐煮嘢食。炉头啦，然后有啲蒸焗炉啦，然后水就摆喺呢边，咁水火唔使用过啦。工作台面够多嘅，呢度有个大嘅雪柜，再入就一个工人房，间房上面做书台。呢、这个工人房嘅厕所有窗，顺住走落行就系睡房啦，再转右就一个客厕，混石面，空间好大。主人浴室，哇，好奢华！睇翻间主人房，佢就拆咗间房做嘅书房，倾晒次嘅床。呢度仲有一个小的工作露台，堂门。嗰边仲有一个衣柜。个卖点就是中港啦，两地。有两房，586尺。咁呢个 logo 啦，入嚟长形嘅下饭厅，好阔。咁呢个摆电视梳化啦，一个长形嘅露台位。用堂门啦，再睇翻个长形嘅客厅，顺住走廊行就一个睡房，落地玻璃，再转入去就一个主人房，都系长形嘅，有一个工作露台啦，细细地，一扇大窗，仲有一个衣柜位，厅嘅另一侧系紧厨，一个 L 型嘅橱柜。浴室啊，385尺一房，入来有个玄关位，雪柜。开呢边，咁其实都唔系好方便嘅。客饭厅呢边有个露台位，个厅嘅空间呢度就有个厕所。厨房就 open kitchen， 一个 L shape 嘅，工作台面都够嘅，电器全部标烟啦，个睡房就入唔到去，咁模型我哋可以睇一睇，四座大楼再加14间 house， 再加2间复式别墅。如果睇真啲，佢啲 house 唔系独立 house 嚟嘅，而系两座一排。总体来讲，这个楼盘最主要买回个便宜的尺价，开放式最便宜入场是312291尺，一房就3663370尺，两房就498尺，497万，三房就700尺，737万。今日的节目就是这么多，我是 Louis， 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